大家好，我是八二胖子，一首《海阔天空》送给大家。哎嘿，琉璃嫂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位朋友也请跟你共哦。事实证明，这个满嘴脏话的机甲我确实干不过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长矛，做长矛可以扎死。哎，谁在说话？长矛可以扎死机甲吗？你说的是机甲吗？那还等什么？是时候一雪前耻，给这个机甲一点 color CC 了。我操！你还跟我跳？好，你等着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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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漫无目的的开着车，心里想着到底何去何从，这让我陷入了沉思。我打开了地图，突然想起来以前和小薇嘻嘻哈哈的日子是多么开心啊！不行，我要振奋起来，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地图的边界是什么。我沿着林荫小路一路开到了这里。我操，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围墙？这是谁造的？目的又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围墙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？这究竟是谁搞的鬼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沿着围墙一路开到了海边，看到这里有个堡垒，这里面的东西杂乱无章的摆放着。突然看到了眼前的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当你看到了这张纸上面的内容时，我去了围墙外面的世界，或者我已经死了。我不知道被谁丢在了这里，我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我只知道我一个人真的好孤独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无依无靠。2019年7月5日，星期五。根据我对这封信的观察，日期定格在了星期五。星期五我已经被扔在了这里啊！这说明他在这里的时候我还在这里，所以说明这个岛上不止我一个人啊！不止一个人！我擦，这个老骗子的目的明显是让我翻墙翻到外面的世界啊！哼，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？开玩笑，你想让我翻墙我就翻墙啊！那我八二胖子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再说我已经得出结论，这里一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在的呀！我为什么要翻墙啊？我决定，我要游过去。1、2、3，嘿！